Hello， 朋友们，这里就是美丽的苏州 CBD， 也是代表苏州最新形象的一个城市，景观、城市建筑的区域，那就是苏州的博览园。苏州博览园，你看这边都是高楼林立啊。路线已重新规划，掉头。对，是这种感觉。这里呢是苏州大道，前方。对，我们就把这个苏州CBD 区域小朋友们更多的展示。我们是从四川成都自驾而来，是看到了美丽的苏州。这新城部分，这是苏州大道东，苏州大道东，对，苏州大道东这一段，这有一个地铁四号线，一号线，对，这是苏州的地铁一号线的站口，也是星光天地这个站，然后我们的九龙仓就在我们旁边，朋友们，对，看得很清楚，朋友们。右转，驶入苏州大道。对，这周围就是苏州的城市建设景观，就在这个位置。喜欢我们的节目呢，就我们点击关注吧，朋友们，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全国自驾游的视频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